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。今天的比赛由二狗子为你解说，由红裤头子对战高个一米九，双方已经进入赛场，红裤头子信心满满，高个稳如泰山。突然，红裤头子发现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求饶和拍马屁或许有一线生机，不断的击打拳套，说明了求饶的心态。本场。